女主被奴隶商人拐走，而作为最先死掉的反派，她为了保命偷偷献温暖，结果却变成女主的心尖宝贝，被两位主人公所争抢。 最后进进了公爵家当团宠。梅洛十岁时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小说世界。五岁的女主因车祸失去了母亲，而拐走她的奴隶商人联合女对她进行长期的虐待折磨。最后母女俩被公爵就地处决。得知命运的梅洛劝妈妈辞职，母亲却警告她不待就不梅洛放弃了第一次行动。于是过了一年，母亲执意把女主角带回来的日子，她的第二次行动开始了。如果对女主友善一点。 至少可以保住性命，但是这个目标有两个障碍。首先就是妈妈，只要撞见女儿照顾孩子，她就连带着两人一起骂。等母亲走后，梅洛小心翼翼地端来饭菜。你是叫洛雷塔吗？项链上刻的是这个名字。女孩只顾着哽咽，蜷缩着身子的模样有点让人心疼。把盘子轻轻推过去，然后离开。从门缝观察着女孩的一举一动，可能是饿了太久。洛雷塔谨慎地转头，藏在毯子里慢慢挪动。看女孩对食物很满意，梅洛松了口气，但很快就被发现。 他端起盘子，又躲到角落里。到了晚上，梅洛拍了拍床，在我房间的床上睡吧。虽然对于贵族姑娘来说很简陋，但总比睡在椅子上要好得多。洛雷塔很快就卷成球，开始微微哽咽，不能尽情哭泣。梅洛小心翼翼的伸手，本想安慰可怜的孩子，但他不忍心再靠近。现在对洛雷塔来说，她是奴隶贩子的女儿。 但梅洛没有放弃，一直努力照顾他。大约过了两个星期，他没有逃跑，也没躲起来，这是对自己敞开心扉的征兆。晚上下起了暴雨，洛雷塔跑到他房间，一把抱住了梅洛，死死不分开，看起来好像很害怕什么。难道是妈妈又打你了吗？不知所措之余，他决定先打开窗户，有凉风吹过，也许能抚慰洛雷塔的心。但哭声却更大了，他又赶紧关上窗户。或许因为那场失去妈妈的雨。 让洛雷塔心里有了阴影，他安慰女孩，用双手捂住耳朵就听不见了。靠着床角的洛雷塔慢慢转过身，梅洛握住两只小手，移到女孩的耳朵，这样挡着怎么样？雨声会不会小一点？对着泪流满面的洛雷塔，他努力地笑了笑。二人躺在一张床上，梅洛小声哄着她：“你很快就会幸福的，不要害怕，睡吧。”果不其然，公爵隔天就找到了女儿的行踪，保护被妈妈拐走的女主。结果反派竟变成了团宠。 自从睡了一夜后，女主渐渐对梅洛敞开心扉，在纸上画出他们手牵手，然后一脸求夸夸的炫耀。梅洛奖励她一块小饼干，洛雷塔笑嘻嘻的吃起来。之后二人玩起过家家，梅洛却被迫当宝宝。当他问谁来当妈妈，洛雷塔的小脑瓜表示不清楚，貌似根本不知道母亲的存在。梅洛心疼的祈祷着，希望小家伙快点回家。洛雷塔再次问道：“梅洛也一起回家吗？”这问题难倒了他，这里就是他的家呀。听完小雷塔哭唧唧的掉下眼泪，如果梅洛不来的话，就不能帮洛雷塔堵住耳朵。人贩子妈妈闻声赶来。 你这小不点，再吵吵就把你嘴塞进粪球，之后摔门而去。房间没了声响，梅洛小声安慰他。洛雷塔强忍着眼泪，想和梅洛一起去别的房子。不久之后，母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小不点的身价比想象的多呀，真是有福气。以后你得小心点，照顾他。见女儿无视自己，妈妈训斥他蠢笨。梅洛顶嘴，自己才不笨。这回彻底惹恼了她。滚烫的热汤掉了下来，正好洒到了梅洛的腿上，一股阵痛传来，出现了很明显的烫伤。小雷塔慌乱地爬下椅子。 却不料被藤枝滑倒，一整个人都摔了下去。梅洛不顾疼痛，连忙上前查看。妈妈指责他，快去找医生。梅洛连外衣都没披就跑了出去。虽然秋雨绵绵，但跑步的速度并没有减慢。他在雨中一直后悔，如果不顶嘴，雷塔或许就不会受伤，绊倒他的石头。 反而让他的头脑变得清晰。在他匆忙奔跑的身旁，一辆贵族马车驶过，但梅洛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。很快，他找到了村里唯一的医生，二人骑马赶回家，却发现房子前停了辆马车。梅洛这才反应过来，今天是雷塔离开的日子。因为母亲是罪犯，所以为了梅洛不被牵连，医生会冒险把他藏起来。但雷塔的伤怎么办？此时房子里走出一名男子，小雷塔抱着小熊紧跟其后，梅洛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 小说的第一章结束，但很奇怪，一直希望雷塔能快点回家，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，可现在竟然有点伤心。突然，母亲被人拖出来砸在地上，见状，医生催他快离开，却听到有人在呼唤他，只有雷塔才会这么叫他。隔天，华丽的马车，教他快乐的女孩都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有那张图画。梅洛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再也见不到那孩子，那些快乐的时光也会消散。如果这个时候雷塔在的话，他会安慰我。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幻觉，竟然在身后听见了他的声音。两只小脚映入眼帘，他们同时展开双手，小雷塔猛地扑进梅洛怀里。只因女主的偏爱，他就从反派变成了团宠。看见梅洛掉眼泪，小雷塔立马扑进他怀中。是谁把梅洛宝宝弄哭了？雷塔姐姐替你揍他，就像是以前过家家一样。 他再一次安慰到了梅洛，因为喜极而泣，梅洛止不住的打嗝。但本该回到公爵家的女主，怎么又回到了这里呢？这时，一个男人递水给他：“你就是那个奴隶上的女儿吧？”梅洛吓了一跳，他就是小说封面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罗瑞特塔。梅洛赶紧俯下身认错。公爵是个明辨是非的人，因为他不是母亲的帮凶，所以并没有惩罚他，反而还要赞助他去孤儿院。但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。小雷塔不想和梅洛分开。以前害怕雨的时候，梅洛会捂住自己的耳朵。 所以我呀，非常喜欢梅洛。你喜欢洛雷塔吗？梅洛抓紧他的小手。当然了，梅洛也很喜欢洛雷塔。听到此话，小雷塔高兴的欢呼。那么洛雷塔和梅洛是相互喜欢的。昨天没有梅洛陪在身边，我哭了。爸爸是个福星，所以请让洛雷塔和梅尔待在一起。女儿的第一次请求是把奴隶的女儿带回公爵家。光是和梅洛重逢，脸色就缓和了很多，心情也确实比昨晚好了。之后公爵询问他的意见，梅洛考虑了一会，如果留在村里学医，说不定会生活的更自由。 但他不能对雷塔放任不管。梅洛清楚的了解女主以后会经历的苦难，而他希望雷塔能一直幸福。那么只有自己才能让雷塔的未来朝更好的方向改变。梅洛答应了下来。之后他找到老师，告知自己将会去首都的消息。老师给他带了些药草，并叮嘱他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回到这里。还有一个请求，如果在首都见到我儿子的话，别忘了给他一拳。 臭小子，连消息都没有，去吧。愿上帝的祝福与你同在。上了马车后，小雷塔趴在他的腿上睡觉，看得出来女儿很喜欢他。这时梅尔小声说道：“雷塔丢失了以前的记忆，可能是受了太多刺激，他已经忘了妈妈的存在，也因为那场事故留下了阴影，所以还需要时间恢复。但他敢保证，洛雷塔一定是公爵的女儿，不只是外貌相似，闪闪发光的感觉也一样。”公爵愣住片刻之后表示，他欠梅洛一份人情。很快，他们回到首都，侍卫赶来禀告。 皇帝陛下有急事召见，只好先把他们送回了公爵府。初来乍到的梅洛被要求洗澡，结果却遭到了侍女的嫌弃。小雷塔也被黑发男孩盯上，了，反派被女主带回了家，结果却被他宠上了天。三位哥哥竟开始疯狂争宠。两个小家伙刚到家，梅洛就被要求洗澡，凶巴巴的奶奶告诉他不要像臭羊羔一样，赶紧把那块臭布脱了。却不料梅洛被热水烫到了手。 本想亲自倒一些冷水，奶奶大步上前阻止他，吓得梅洛一生都不敢吱。但实际上，他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。热乎乎的水和精致的玩具，注意到女孩身上的淤青，奶奶沉默了许久，之后为她上了药膏。到了晚上，小雷塔张大嘴赞叹着。 这是奶奶给他的睡衣。两小只聊了许久，直到小雷塔打出哈气，梅洛为他盖上了被子。隔天清晨，一道人影照在被子上，梅洛还以为是奶奶，结果却听到了男孩的声音。这个又小又丑的人，就是鲍德温的一员吗？梅尔瞬间意识到，他是女主二哥罗尼。按照小说发展，他下一步会捏醒熟睡的雷塔。梅洛及时伸出手制止，将手放在嘴边让他安静。突然出现的女孩，让罗尼不知所措，满脸通红的甩开手，下一秒就摔倒了，嘴里呢喃着：“可恶，那个奇怪的丫头是谁？” 梅洛朝他走近，之后伸出手关心：“不要紧吧？”罗尼不自觉的后退，起身怒斥着对方是骗子。他们总是随便带着女孩回来，说是他丢失的妹妹，但那些人都是假的。撂下狠话就摔门而去。梅洛早就猜到他会如此。等小雷塔醒来后，出门玩时恰巧碰见了爸爸，手舞足蹈地表示：“爸爸是洛雷塔的大宝贝，以后洛雷塔也会成为爸爸的小宝贝。”公爵迟钝地说了声谢谢。见女仆们走来，小家伙又趁机跑了。公爵嘱咐管家把尖锐的家具处理掉，但管家提议去看看小姐时，公爵却拒绝了。女仆们。 听后都猜疑洛雷塔是不是公爵真正的女儿，所以当他把这个问题抛给正吃着甜品的小姐时，小雷塔表示确定，但不是祭司说的，而是梅洛说的。女仆不耐烦的补充道：“就算梅洛陷入危险也没关系吗？如果不能证明您是公爵真正的女儿。” 梅洛小姐就会因为说谎被关在监狱。晚上，他问梅洛怎么做才能让公爵满意。梅洛想了想，让她跟着自己深呼吸，然后再呼气。尽管洛雷塔什么都不做，公爵都会喜欢您的。小雷塔将白天的事说了出来，并问梅洛，公爵是个善良的人吗？他将公爵今日的关心之举讲了出来。雷塔很快就改口，听到女儿说喜欢自己的话，门外的公爵笨拙的问管家：“孩子们喜欢我什么呢？”反派意外当上团宠。 女主和哥哥争抢一个塔，就连冷漠公爵都被俘获，给两个小家伙送了顶天蓝色的羊帽。小雷塔兴奋地戴上，开心地围着他们转圈圈。梅洛也戴上了那顶羊帽。管家和夫人一脸满足，但女仆却从中作梗，将公爵对他突然的关照归功于自己的身上。多亏小姐照我的话撒娇，才得到了漂亮的礼物。在她得意洋洋时，小雷塔朝远方看去，直到看见目标人物，他立马跑了过去。等女仆回头时，已经晚了。侍女长一脸阴森的看向这边。之前梅洛就告诉过他，只要小雷塔再受到欺负，就去找凶巴巴的奶奶。 女仆继续狡辩着：“小姐年纪还小，肯定是说错话了。”小雷塔回头将那天的话复述。在祭司承认雷塔是公爵的女儿之前，只有向公爵撒娇讨好，才能保护梅洛。女仆对此概不承认。奶奶一把撕碎了家族徽章，她这才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，立马跪地承认了错误。见夫人不吭声，转身将怒气撒向雷塔。好不容易才进来这里。 就因为你这个小鬼！巴掌落下的瞬间，梅洛挡在小雷塔身前，请不要碰小姐。不出所料，女仆被解雇了。小雷塔并未在意，而是举起叉子询问：“我可以吃胡萝卜蛋糕吗？大家一起吃好吗？”夫人与管家相视一笑，其乐融融的画面相当治愈。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公爵耳里，他拐弯抹角地问管家各种问题，但实际最想问的话还是没说出口。那两个小家伙收到帽子后是什么反应？这时梅洛敲响了门，他是来道谢的，因为洛雷塔睡着了。 所以只好替小姐来了。看来是因为忙着茶会，梅洛不自觉地露出笑容。洛雷塔小姐很熟练地迎接客人。如果您也一起的话，肯定。话没说完就被公爵打断。我不太喜欢喝下午茶。嘴上说着让他回房睡觉，实际上却心里想着，脸色这么苍白，身体不舒服吗？走前梅洛留下一句话：帽子很漂亮。 谢谢，我会珍惜的。传达完感谢后，女孩就走了。公爵呆呆地说了句“好”。之后的这几天，梅洛都在厨房度过，但夫人却告诉他，明天就不能来了。家族派来了三位长老，并提醒梅洛，大晚上不要一个人乱逛，不然会出大事的。梅洛路过走廊时，一阵阴森，想起夫人的那句话，他更怕了。这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，梅洛一个转身躲了过去。怎么是罗尼少爷？女主把反派姐姐带回家。 竟成了众星捧月的团宠，可大长老却要赶走他们。二哥罗尼半夜赶来提醒，一脸凝重的让梅洛靠近，凑近耳边讲起了悄悄话：“小心长老们，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的赶走你们，尤其是大长老。”比起感激，梅洛对罗尼多的更是震惊。原著中最刻薄的二少爷，现在竟然在担心他们的安危。梅洛表示自己会转告小姐的，小姐应该也知道少爷很担心他。罗尼傲娇的大喊：“我疯了吗？”梅洛突然开了个玩笑：“那就是在担心我吗？”听完他唰的一下站起来，背对过去趴在了沙发上。梅洛赶紧改变态度：“对不起，少爷。” 您关心我确实不太可能。罗尼回头看了看，之后气呼呼的说了句反话：“你真的很丑。”说完，痛快的摔门而去。梅洛冲他吐了吐舌头。隔天一大早，两个小家伙被迫强制开机。梅洛询问这是怎么了，女仆们一脸激动。公爵又给他们送来了礼物，看着可爱到爆炸的小姐，迫不及待的打开礼物。这次是镶嵌着宝石的绿色蝴蝶结。而另一边，公爵被长老们施压，他们坚决不允许擅自把奴隶犯的孩子带回家族。公爵表示那孩子是他邀请的客人。大长老淡定的开口：“公爵您也知道，不管任何理由。” 肮脏罪犯的血脉不能进入神圣的鲍德温家族，哪怕一个脚趾头也是玷污。想必前任公爵也绝不会允许。公爵不为所动，请谁来做客是主人的权利。房间一片寂静。这时管家传来消息，神殿的答复来了。到了晚上，梅洛让小雷塔带上他最喜欢的枕头。按照小说剧情，长老们为了阻止女主去神殿，偷偷的把她带出了宅院，所以他要带雷塔去最安全的地方。 深呼吸后，鼓起勇气敲门，门很快就开了。梅洛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您能帮帮我们吗？”公爵正愣片刻，梅洛解释：“为了以防万一，罗尼少爷告诉我们要小心。公爵就是最可靠的人，因为当女主被绑走时，他比任何人都拼命的救雷塔。”公爵表示知道了，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梅洛起身表示感谢，刚要离开，小雷塔努力睁开眼问：“为什么不陪他一起睡？”公爵隐约的想起长老的话，但下一秒被喊声打断：“不是的。” 洛雷塔没有梅洛会哭的，粘在梅洛身上不放。之后转身给公爵比个赞，这让梅洛有点尴尬，却不成想公爵也回了个赞。小雷塔成功的把梅洛留了下来。公爵想起侍女长的话，像个小羊羔。这时小雷塔拍了拍床，他也给公爵留了位置。反派女孩被大反派绑架，唯一偏爱她的女主急哭了。小雷塔前脚刚走，长老就要赶走梅洛，一把扯下她的蝴蝶结，又给了她一笔辛苦费。见梅洛不肯服从，长老却将他扯进马车，说要带他去找奴隶贩母亲。梅洛陷入了恐惧，如果母亲出狱后，一定会最先把自己。 卖掉！长老斥责她是个不孝女。梅洛不断的哭喊求放过。夫人闻声赶来，一把推开了长老，看着浑身发抖的梅洛，她轻抚女孩的脸安慰，没必要连疯老头的话都听。梅洛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但长老却不依不饶。夫人大声训斥，在公爵面前哼了几句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你们只是思想顽固的老头。 突然，砰的一声，长老一拳打中了他的太阳穴。梅洛一边喊着“奶奶”，一边跑过去扶起他，但下一秒却被捆住了。弱小的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抗。很快，梅洛被带进地下监狱，对面囚禁着衣衫褴褛的女人。“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吧，只要你永远离开首都，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麻烦。”几小时前，神殿已经确认，洛雷塔小姐是公爵的女。 小雷塔十分淡定地问爸爸：“我现在可以去找梅洛了吗？”但回到公爵府后，却被长老告知女孩带着钱离开了。公爵并不会轻易相信他们，除非亲耳听到他说。见状，长老连忙喊住公爵：“您应该不会要把他从妈妈身边夺走吧？梅洛小姐正在监狱与母亲团聚呢。但是洛雷塔想见梅洛，于是长老提议自己的孙女可以代为陪玩。 小姐很快就会忘记那臭丫头。听完，小雷塔不乐意了。洛雷塔绝不会忘记梅洛。这时，夫人走来。与此同时，母亲恳求长老放自己出去，之后质问梅洛钱到底在哪。听女儿说遗落在了公爵府，母亲顿时大发雷霆。梅洛低下头，不停道歉。别骗我，是为了把妈妈留在这里，你自己独吞钱财，对吧？他疯狂地摇晃女儿的身体，快给我，那是我的钱。 掐着梅洛的手越来越用力，若没有铁栏挡在两人之间，恐怕还会变本加厉。望着这个样子，狱长将他踢到一边，转身回头时却看见了熟悉的人影。如果不马上移开那只脚，我就把他砍掉。女主将反派养成了团宠，公爵也将他们视为心肝宝贝。当他看见梅洛受欺负时，举起剑就要将守卫的狗腿剁碎。之后他拿出钱袋还给了梅洛，没有早点发现你不见，对不起。他尊重梅洛的想法，只要梅洛愿意。 就可以放母亲和他离开，这些钱也足够他们生活了。梅洛很纠结，他怕自己在未来毁了他们的幸福。公爵告诉他不必在意将来，没有你的话，洛雷塔从今晚开始会一直哭的。在犹豫的一刹那，从监狱的黑暗中传来哀求：“梅洛，你不会丢下我的，对吧？我当初那么做是为了抚养你长大，但只要有这笔钱。” 我可以停止卖奴隶。由于他越来越接近旋律，公爵让骑士们阻止他。梅洛表示没关系。母亲的脸上挂满了喜悦，乖女儿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。但他的目光却始终盯着钱袋。梅洛粗暴地扔下他，祝你和亲爱的女儿幸福。 母亲赶紧抓住掉在地上的金币，梅洛退到公爵身旁。看来他找到了真正的女儿。公爵很快就懂了梅洛的意思：监狱里不能有私有财产，女儿就要被看守抢走了。之后，梅尔寒心的离开了。他为自己无理的行为向公爵道歉，但公爵并未在意，而是问他怎么想，的，要不要回公爵家。梅洛的内心犹豫着，突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。只见雷塔飞快的朝他跑来，一把扑进梅洛的怀里，哽咽。于是他做好了决定。回到家后，你不告诉他，小姐是如何打败长老的。 毫不屈服的模样，像极了公爵。这时，小雷塔带着娃娃跑进来，在梅洛受伤的腿上轻轻吹气，一定很害怕吧。 梅洛吞吞吐,吐吐的开口：“你为什么喜欢我？”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，这个问题有点难，但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梅洛。梅洛止不住的掉眼泪，他也超级喜欢雷塔。不久后，大公子得知妹妹回来后，很快就赶回了家。但小雷塔很不开心，不管女仆问什么，他都不说原因，苦恼的趴在窗边嘀咕着：“生活太苦了。”在女仆的追问之下，小雷塔告诉他这是秘密，一定要保守。哥哥之前告诉他，梅洛和雷塔不是一家人，所以不能一辈子在一起。干脆让爸爸给我生个梅洛吧。听到那可爱的抱怨，女仆强忍着笑意：“小姐是想让……” 让梅洛成为鲍德温家族的一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即使公爵不生下梅洛，也有办法。小雷塔满怀期待着答案。女仆把“结婚”二字提到嗓子眼，但很快又咽了下去。 之后跟同事谈起这话时，小雷塔悄悄地跟在他后面，恰巧听到了全部谈话。他恍然大悟地拍了拍小手，一边跑一边感谢女仆。这下全完了。女主为了和反派成为一家人，势必要撮合他与哥哥们结婚，因此管家成了小雷塔的帮手。他让梅洛代替自己为大公子每天送下午茶，因为不想让他失望。于是梅洛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。奶奶告诉他不要逞能，虽然看起来凶巴巴的，但梅洛知道奶奶是在关心自己。到了夜晚。 大公子回到府邸后，管家为他介绍着府内的情况。提到两个小家伙时，克劳德莫名起了兴趣。隔天，兄妹二人很快就熟络起来，看着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梅洛止不住的感叹：“不愧是克劳德·鲍德温，宠妹狂魔第一人。”在前世看过的小说中，他最爱的角色就是克劳德，时常也会幻想，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家人。 会是什么样子？抬头对视的一瞬间，就被耀眼的容颜刺得睁不开眼。克劳德感到很有趣，我看起来有那么奇怪吗？甚至连眼都不敢直视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梅洛小姐。这时，小雷塔跑来说道：“洛雷塔一直在乖乖等梅洛。”梅洛问他为什么，小脸蛋突然害羞的红了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梅洛和雷塔互相喜欢。” 对吧？所以，我希望梅洛嫁给洛雷塔。听到这话，两人同时愣住。小雷塔向他保证，洛雷塔会让梅洛幸福的。听着小家伙可爱的告白，梅洛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身后却突然袭来一股寒意。梅洛意识到了危险。等到下午送茶时，虽然很怕怕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敲了敲门。 很快门开了，克劳德友善的打了声招呼。听说你想学习首都的礼节，是因为想陪在雷塔身边吧？我会永远陪伴洛雷塔小姐。不经意间吐出的真情，让克劳德的脸渐渐冷下来。梅洛立马反应过来，自己招惹到了少爷的嫉妒心，但很快他又和蔼可亲的说。 好的，再见。砰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什么情况？隔天，他又抛出了诱饵：“你不想听我和洛雷塔小姐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吗？”结果克劳德却没什么反应。之后的每天，当他和小雷塔在一起时，他对梅洛就表现出亲热的态度。下午送茶时，依旧吃了闭门羹。紧接着，就看到大厅乱成一团，公爵要辞退一个佣人，因为公爵最讨厌的就是骗子。女主向反派求了八十八次婚，却惹得妹控哥哥起了嫉妒。妹妹在时，他和蔼可亲；妹妹不在，他就将他拒之门外。今天一如往常的送茶时。 发现克劳德不在，他默默地把茶放在了桌上，却偏偏在离开时，梅洛与克劳德迎面相撞。为了护住摔倒的梅洛，他的手被热水烫伤，但好在梅洛平安无事。他赶忙起身去找冷水，却被克劳德阻拦。 不是多大的伤，让下人去拿就好。为了缓解梅洛的情绪，克劳德让他从一数到一百，直到冷静后，克劳德温柔的询问：“怎么样？有一点放松吗？”梅洛低下头道歉，克劳德也表示了歉意。脑里想着在他来之前要快点回到房间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他。梅洛随口一说：“反正少爷都不理我。”听到此话，他愧疚的低下头：“真的对不起，我总觉得应该道歉，但不知为何却始终开不了口。我吃错了，因为梅洛和雷塔太亲密了。” 你现在觉得我很幼稚吧？梅洛表示完全理解，毕竟公爵家的男人经常会被一见钟情的对手深深吸引。意识到说漏了嘴，他慌乱地解释着。这时克劳德笑了笑：“你不太会听别人的劝告吧，梅洛迪小姐？”之后拍了拍梅洛的额头：“慌乱解决不了问题，坦然面对失误很重要。”梅洛唰的一下红了脸。 清醒的大脑再次渐渐迷糊，不过多亏了少爷，他现在好多了。突然，克劳德朝他靠近，露出了亲切的微笑，询问：“稍微折磨一下也可以吗？”想起刚刚他说的话，梅洛才发现自己被欺负了。克劳德以手疼为由，让他每天下午来帮忙处理文件。望着悠哉喝茶的克劳德，梅洛不敢置信，才两天他的手就痊愈了，而自己却不得不继续帮忙工作到很晚。梅洛打着哈欠走下楼。 一不留神撞到了人，刚要道歉，男人却恶狠狠地盯着他，但很快就离开了。这时，女仆告诉梅洛，公爵给他准备了新的发饰。得到关心的梅洛，久违的笑了，却被公爵注意到袖口上的乌黑，怕公爵以为自己是个不干净的孩子，他连忙解释是写字的时候沾到的。公爵看着害羞的他，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，才让他这般小心翼翼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放在梅洛的头上，他担心那孩子会不会又说对不起，谢谢。出乎意料的回答让他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把丝带塞到梅洛手里。接下来这几天。 梅洛一直守在小雷塔门外。原著中有人趁机破坏了他的衣橱，所以他要守株待兔。不料克劳德突然出现，梅洛吓得连连后退。大半夜偷偷盯着更衣室，这种情况很难不会被误会。 梅洛脱口而出：“我还没偷东西。”克劳德忍不住挑逗：“还没偷，也就是说快要作案了吗？”听他语无伦次的解释，克劳德以此作乐。梅洛迪小姐这么聪明，要偷也会是偷戒指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梅洛灵机一动，立马说明了目的，因为他偶然听到长老们计划对雷塔不利。说完，克劳德一脸凝重，表示梅洛不该贸然行事，应该找值得信任的大人解决。 随后，他将外套披在梅洛的身上，牵起手示意他过来。我会让你在十分钟内睡着。为了保护他最爱的女主，反派和哥哥日夜坚守在门外。克劳德却突然牵起他的手，我会让你在十分钟内睡着。之后，梅洛被带进厨房，喝上了秘制的蜂蜜牛奶。想来想去，原来是自己想歪了。走之前，克劳德把衣服披在他身上。那么明天也来我的房间吧，毕竟需要梅洛写的文件还有很多。一阵嬉闹后，梅洛打着哈气走回房间，可开门的一瞬间，却发现珍视的丝带被烧毁。或许凶手发现了他每晚都去保护雷塔的衣橱。 所以是在泄愤。隔天，长老们急着离开，临走前还不忘取笑梅洛。听完，公爵一脸阴沉。这时，梅洛带着被烧毁的发饰，大步朝他走去。长老趁机数落他的行为，女仆中告他别过去。若是平时，他也许会默默承受，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，他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，不能慌乱，冷静点。就像克劳德少爷说的那样，面对长老的恶语相向，梅洛毅然决然的抬起头。 在长老要赶走他时，公爵第一时间护在梅洛面前，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。梅洛缓缓摘下发饰，我知道我的身份，我的母亲是个罪人，我受了公爵的恩惠，才能住进这个宅子。 所以我不可能会把公爵送的东西弄成这样。我能留在这里的唯一原因，只是依赖于公爵大人的宽宏大量。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。但没想到，居然会有大人走进孩子的房间去毁掉丝带。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公爵赶忙蹲下，关心他是否受伤。但听到梅洛再一次道歉后，公爵彻底怒了。梅洛拉着他的衣角阻拦，给人负罪感是一种很好的操控方法，让那些长老们也不敢再造次。一番劝说后，公爵只下令赶走了他们。梅洛独自回到房间，回想起昨晚。 夫人帮他修补着蝴蝶结，从此上面多了只小羊。正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自己，他才有了对抗的勇气。可有些东西一旦碎了，纵使千般弥补，也再也回不到当初模样。这石门被敲响，梅洛并不打算开门，直到门外传来声音。没办法了，洛雷塔。 梅洛小姐好像睡着了，听到是雷塔，梅洛第一时间就跑去开门。每当这时，她都会用小手紧紧抱着自己，但很遗憾，没有洛雷塔的身影，只有克劳德一人。意识到被骗的梅洛立马摔门，门外传来不断的道歉。最先察觉到你不开心的是洛雷塔，至于没来的原因，我亲口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。听到此话，梅洛气愤的开门大喊，明显就是在吃醋吧。克劳德递给他手帕，梅洛非常严肃的说：“我要擤鼻涕。”等冷静下来后，却止不住的打嗝。克劳德嘴里呢喃着：“可爱，我想快点看到可爱的洛雷塔。” 所以你要跟上来吗？梅洛十分警惕地看着他。克劳德再次伸出手，因为诺言必须兑现。梅洛自然而然地搭上手。 跟着他来到了房间，女主对反派的疯狂喜爱，让他成了哥哥的眼中钉。可现在反派竟成了团宠。深夜，克劳德带他走进书房，让他在这里继续办公。未察觉的梅洛还以为是他的恶性血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少爷现在真讨人厌，这么晚了还要被迫加班。”克劳德走进办公台，那么，请梅洛小姐在这里写上名字。虽然不知道他是何意，但梅洛也乖乖的拿起笔，在笔记上写下了名字。这一刻，仿佛有种被奖励的感觉。 梅洛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送给我的吗？”克劳德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鲍德温家很重视记载，过去的记录梳理清晰，将来就一定会有帮助。注意到书架的空缺，梅洛将手中的书放了进去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人用这本记录做研究，研究书的最后写什么吗？这本研究书参考了鲍德温公爵梅洛小姐整理的记录。梅洛表示自己并不是公爵家的人。克劳德将胳膊拄在书架，和鲍德温家族的人结婚就行了。慌张的反应让他忍不住草动。我可爱的妹妹说她想这么做。梅洛难为情地低下头。光是出身问题，就不可能嫁给公爵家的子。 克劳德表示无所谓，突然又惊呼道：“我妹妹要被甩了吗？”梅洛赶忙解释：“洛雷塔很可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突然感觉不妙，上次自己说这样的话时就被克劳德赶出门外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竟然捂嘴笑着说是啊，反正我结不了婚。洛雷塔也有他需要的人。梅洛不由得想起男主角，之后二人便离开了书房。刚见到梅洛，小雷塔就朝他飞扑了过去，他有礼物要给梅洛，独自等了梅洛好久。提到礼物二字，梅洛不禁想起了那本笔记。这时小雷塔期待地握紧小手手，你喜欢拿份礼物吗？梅洛愣了三秒，反应过来后，他开心地笑着说很喜欢。 很快，洛雷塔的表情明朗起来，努力地踮起小脚尖，钻进最喜欢的梅洛怀里。没过多久，梅洛的母亲死刑的执行日期已经确定，然而她的最后请求。 是想在死前和女儿一起生活。女主和哥哥的百般呵护，让她从反派变成了团宠。可母亲却想让她陪自己下地狱。死前的最后请求，竟是想和女儿一直住在监狱。当公爵把这件事告诉梅洛时，梅洛沉思片刻后说出了对不起。再次听见了道歉，公爵莫名一阵心疼。作为梅洛的监护人，他提出自己的意见，虽然出于人道主义要尽力实现，但如果这个请求与人有关，那么就有权拒绝。然而梅洛心里明白，母亲之所以这样做，不是因为想见他，而是面对未知的来世，想要减轻负罪感的欲望罢了。 公爵给他两周时间考虑。梅洛摇了摇头。上次他就明白了，自己不是母亲可爱的女儿，金闪闪的钱才是。从早玩到晚，做各种家务，努力迎合着母亲的心情，但得到的宠爱却只有片刻。梅洛微微握住衣角。 坚定地表明自己不想去，他不想再受到伤害。对于女孩的决定，公爵很欣慰地笑了。谢谢你选择了一条不会让你更受伤的路。在那样的沼泽里，他依旧散发着宝石般耀眼的力量。梅洛提出想亲自去签字，因为从写下字的那一刻起，梅洛就有了一种奇妙的确信，他似乎能从母亲的阴影中走出来。公爵很爽快地答应。 然而第二天，克劳德代替公爵护送梅洛前去监狱，结果因为没戴手套，就慌乱地跑出来，还被克劳德捉弄了一番。说完，他递出了自己的黑色手套。梅洛摸了摸柔软的手套，沉思，询问起公爵的身体是否安好，之后责怪起自己。克劳德坚定地告诉他，梅洛小姐没有任何错。 所以孩子不用担心这个。他失落的低下头，一直被当做孩子看待，明明只相差四岁。他缓缓把手套戴到指尖，嘴里呢喃着自己什么时候会这么大。当克劳德问起他的生日时，梅洛低下头说了句不清楚，不小心戳到了女孩的痛处。克劳德不再继续追问，梅洛苦笑着回答，是春天。每当黄色的春花盛开，他都会再添一岁，被女孩独特的浪漫所惊叹。冬天过后，刚说到那里。 马车停了下来，克劳德小声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文件。守在门口的骑士接过那张纸，确认后刚要转交给他，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，扶着马车的窗户盯了好久。对于这个失礼的行为，克劳德把不满挂在脸上。梅尔男孩试探性的开口，像是在拨弄很久以前珍贵的记忆。很快，他摘下头盔，看清脸的一刻，梅洛惊喜的趴在车窗，是他的小竹马伊赛耶。而是每当自己受到欺负，委屈的掉下眼泪时，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，而且他从不空手来。 会把欺负梅洛的孩子揍了一顿，然后在一起绑回来。团宠反派被女主表白示爱，两个男主竟因此争风吃醋。克劳德贴近他的耳边提议，给他最喜欢的人写一封信。本以为暗示已经够明显了，但梅洛满脑子却都是雷塔。得知此消息后，小雷塔激动地表达爱意，自己也要给他写信。我最喜欢梅洛了。梅洛顿时心都化了，立马扑过去抱紧小雷塔。 两小只抱了许久都不分开。过后，梅洛单独找到伊赛亚，以后至少要一周写一封信。伊赛亚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但他也想请求梅洛一件事，那就是不要去见他的妈妈。梅洛满脸疑惑，不理解的看着他。伊赛亚为女孩打抱不平，太过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就连欺负自己的家伙都无法报仇。当第一次在马车上见到他时就很担心，猜他或许是来见妈妈的，但幸好不是。一想到阿姨对他做过的事，他就不能让他答应罪犯的最后一个请求，因为这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报复。梅洛的想法与之相反。 只有亲手教训才是最好的报复。伊赛亚解释报仇的方法不同，他不来的话，阿姨肯定会心急如焚。 叫着他的名字，又哭又闹。之后皱了皱眉，再三叮嘱绝对不要去见。听到他的允诺，伊赛亚又问了一遍确认。梅洛苦笑着回答，他决定不再受伤了。之后他与克劳德一同去寄信，不出一周内，老师就可以得到儿子的消息。此时邮递员突然提起少爷的生日礼物要送到哪里。克劳德淡淡回了句学院。听后梅洛惊讶的睁大眼。邮递员补充道，雷塔和梅洛小姐们的生日也会做好完全的准备。梅洛认为太不像话了，自己的身份怎么配得上公爵？当被问起生日的时候，梅洛低下头，难为情的开口，他也不确定具体是哪天。 只记得是在春天，邮递员连忙停止了追问。梅洛表示礼物随便哪个日子送都好。 很快他便尴尬的离开了，留下两人站在原地。梅洛思考了许久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凄凉的感觉呢？这时克劳德突然发问：“怎么不问问妈妈？你好像很好奇生日。”很快他又道歉：“如果令你感到不悦的话，我道歉。”梅洛赶忙摆了摆手，他并不是很在意，也不是因为公爵的束缚，相反，公爵很尊重自己的意见。但看他眼里充满了忧虑，克劳德突然发起邀约：“晚上见。”梅洛呆呆的愣了几秒，内心下了某种决心。生日之类的不知道也没关系，他已经跟公爵说过不见面了，但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呢？ 一想起雷塔可爱的天真模样，梅洛再一次被治愈到。这时门被敲响，管家通知梅洛小姐的客人来了。 如今男二的突然出现，让兄妹俩的地位雪上加霜。因为与梅洛是青梅竹马，所以在儿时，每当看到梅尔受欺负时，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。虽然明白他的好意，但善良的梅洛制止了他，自己遭受过这种折磨，所以他也不想同样折磨别人。男孩捏起他的脸，保证以后他会一直守护他。可母亲却固执的让他当一名医生。男孩的活泼和风趣治愈了他封闭的内心。伊赛亚突然脱掉鞋子，让他穿上之后迅速跑走。到了晚上，梅洛还在担心，苦思冥想时，恰好听见窗前发出声响，是那双自己丢失的鞋子。 梅尔连忙推开窗，望着那个光着脚慌乱跑走的背影，心里莫名生出一丝暖意。所以，当二人再次见面，梅尔激动地扑了过去。 在伊赛亚眼里，他还是小小的模样。听完梅尔撅起小嘴，反驳自己长大了。伊赛亚扑哧一笑，生气了还不承认。梅尔不高兴的时候下巴会用力。你想骗谁？这时克劳德打断二人的叙旧，邀请他一同上了马车。虽面带温柔，但实则笑里藏刀。听男人语气略显粗鲁，对淑女无礼的行为让他心生不满。伊赛亚并未察觉到恶意，而是自顾自的关心起梅尔。梅尔表示自己暂住这里。 因此欠了公爵一个人情，伊赛亚并未深究。突然注意到桌子上的巧克力，顿时两眼发光，激动的想带给同事一起吃。有好吃的东西和朋友们分享，这副样子一点也没变。见状，克劳德还吩咐多拿一些。这时，伊赛亚俯身向少爷道谢，不过不是为了巧克力，而是因为他替自己照顾了梅尔。克劳德一脸蔑视，又将目光停在了梅尔身上。梅洛呆呆的看着跪地的伊赛亚，突然想起一个承诺：如果你在首都遇到了我儿子，别忘了给他一拳。因为答应过老师要给他一拳，所以梅洛毫不犹豫的下了手。 作为儿子怎么能联系母亲？伊赛亚委屈地低下头，答应从今往后一定会联系。二人商讨着如何写信，突然将视线转移到克劳德身上，他是这里唯一一个有写信经验的人。 时间很快过去，中央监狱办公室的工作时间结束了，因为好像给克劳德添了麻烦，梅洛觉得很抱歉。克劳德表示没关系，还有两周时间。梅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然而他的朋友伊赛亚经过一番心理斗争，克劳德表示只要不碰到他妹妹就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毫无眼力见的伊赛亚来到了公爵家，他猛地拿出了藏在背后的狗尾巴草，把对方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送人也是一种礼物。梅洛嘴里呢喃着谢谢，想起儿时的他们总是会一起去找漂亮的狗尾巴草。 梅洛有点为自己责备他而感到羞愧，伊赛亚并不在意，反而让他多学一些小聪明。这时，梅洛问他来这有什么事。伊赛亚抿了口茶。 他是来向克劳德请教写信的。既然答应了，就该允诺。要当骑士的人，如果不遵守诺言，就会出大事。但不巧的是，克劳德最近一直在忙着批改文件。伊赛亚庆幸今天是休息日，可以和梅洛两人玩到晚上。但转念一想，又怕梅洛同样也很忙。听完，他愣了一下，之后捂嘴笑嘻嘻的说着：“没关系。”突然，身后传来声响。只见克劳德一身凌乱的打开门，环顾四周后，梅洛奇怪的询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看到妹妹不在这里后，克劳德松了口气。小雷塔对梅洛的朋友很感兴趣。梅洛安抚他：“没事的，别看他这样。” 其实是村子里最可靠的医生的孩子，不会伤害到小姐的。但回头后却看见伊赛亚把杯子里的白糖全部舔光光。这时管家询问雷塔小姐，想知道能不能和您一起见客人。二人连忙说道不可以。小雷塔哭唧唧的露出小脑袋，梅洛真的不可以吗？二人顿时心都颤了一下。内空哥哥赶忙抱起他转起圈圈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 就连伊赛亚都觉得少爷是个宠妹狂魔。之后四人一起待在办公室，伊赛亚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写信。克劳德将纸递给梅洛，提议让他也试试。梅洛想了许久，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。克劳德让他回忆经历过的事，之后又凑到耳边低语：“在离梅洛最近的地方，不是有人帮助过你吗？” 得知有客人来了，梅洛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伊赛亚，立马鞠躬向管家道歉，自己应该告诉他不能随便找上门。管家解释此人不是伊赛亚，而是邮递员大叔，因为先前说了伤害到女孩的话，他把手中的捧花递给梅洛并道歉。梅洛赶忙表示没关系，他的生日在春季的某一天，这的确是事实。大叔诚恳的开口，即使是事实，也有不愿意回想的事情。他提议把最喜欢的一天定为生日，和相爱的人互致贺信一定很开心。每个人在生日那天都有享受快乐的权利。这些话慢慢渗透到梅洛的内心，非常平凡的快乐对他来说是从未拥。 有过的东西，此刻他明白了。如果照这样下去，一直逃避，或许永远也得不到快乐。最后，他下定决心，不顾伊赛亚的约定，独自去见那个只爱钱的妈妈。注意到女孩脸上阴郁的表情，克劳德上前安慰：“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带我去，让其他人明白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对待你的。”梅洛并不想利用少爷，他要和母亲单独谈谈。走前，克劳德叫住了他。 如果你在里面觉得很不自在，随时来找我，我在这等你。虽然少爷总是用奇怪的方法激励人，但他会一直把这些回忆铭记在心。女孩甜美的笑容和身后的监狱格格不入。进去没多久，一只手突然出现，迅速把她拉到墙后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伊赛亚恰巧在这里。梅洛震惊的抬起头。 他抬手示意不要出声，等着我帮你。不等梅洛开口解释，伊赛亚就抓住手拽着他离开，逃出了为他带路的士兵视野范围内。梅洛连忙制止他，但男孩却不管不顾地说着：“我告诉你逃走的方法，从那里出去不会被发现。贵族们是为了面子才把你推到这里来的吧？”现在的伊赛亚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这帮疯子竟敢把梅洛带到监狱。直到梅洛说了声“好困”，他才松开手，立马道歉。梅洛解释误会一场，是他自己想来的。见男孩不信，梅洛再次坚定地告诉他这是真的。伊赛亚不理解地质问：“为了见一个这辈子都使唤不了你的人？”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，男孩大声的抗议：“我不同意！罪犯死前的请求是你母亲的自私，我不能让你去受伤。”话音刚落，不远处传来克劳德的声音：“伊赛亚，我不想以贵族的身份命令你，可以请你退下吗？” 见状，健壮伊赛亚彻底翻了脸，误以为是他逼迫梅尔去监狱见妈妈，并斥责贵族是冷血无情的人。之后转过头质问梅洛：“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不想见妈妈？决定权在你手上。”梅洛抓紧衣角。伊赛亚这么生气，或许是因为他明明是在给他保护自己的机会，但他现在却无比内疚。抬头看向身后的克劳德时，却见他满脸温柔地望着自己。不想辜负对方的一片好意，他毅然决然地说出了真相。公爵反而希望我不要来这儿。 这是我决定的事情，我要见妈妈。伊赛亚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明明没有任何好处，为什么还要见他？傻瓜，你忘了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吗？他希望梅洛能摆脱妈妈，过得幸福。梅洛此时打断了他，因为决定了要怎么活下去，所以才要去找妈妈。他苦笑了一声，我现在没事了。但在伊赛亚看来，那个笑容代表的只有委屈。而是梅洛就总是这样勉强自己。这时克劳德命令手下将他带走，梅洛赶忙阻止，但话说一半，克劳德表明处罚交给他决定，在那之前。 骑士们会保护好这位少年。注意到梅洛手腕上的红印后，他本想为其处理一下，梅洛却委婉地拒绝了。 反而他更好奇，克劳德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？二人有说有笑，渐渐走到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安抚道：“路上小心，我在这里等你。那么，请快点回来吧。”很快，梅洛见到了母亲那副丑恶的嘴脸，但第一句不是问候，也不是关心，而是赤裸裸的利用。他突然想起公爵说的话：“将死之人想减轻自己犯下的罪，你将会毫无理由的被他所利用。”梅洛清楚的认识到，母亲只是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，而不是真心想跟女儿道歉，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罢了。梅洛让他不必道歉，眼神坚毅，像是彻底释怀，因为我没问你。 所以也请不要做出任何回答。从未受到女儿忤逆的母亲怒骂，将一切都怪罪在了她的身上。但所有的不幸都是母亲自找的。要是你再这么无理取闹，我就马上离开这里。她不再接受母亲的道歉，决定努力过上平凡的生活。为此，母亲能帮助她的只有一件事，请你告诉我出生的日期。女人愣住，慌乱地解释着。梅洛不想听她墨迹，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啊，对母亲而言，自己只是害她从富家被赶出来的累赘。我知道了。说罢转身离去。女人握着栏杆，拼命的怒喊。 那时候我自己都生不如死，甚至还想尽快忘掉生你的那些日子，但我最后还是生下了你啊！你应该要感恩戴德呀，不是吗？当时所有人都袖手旁观，每条路都有士兵巡逻，要不是最后敲门的那家给他开了门，他就没命了。都怪你，我才那么辛苦，所以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梅洛酸楚地笑了，他转过身行礼，终于可以毫不犹豫的抛弃对母亲的期待了。再见了，母亲！女人发疯般喊着他的名字，你这个臭丫头，果然不该生你的。他大步迈开脚，走向牢房的出口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裙角。 他抬眸看向前方，克劳德就站在那里，心中的苦涩减少了许多。看来等得很辛苦，真是一位爱较劲的少爷。男孩朝他伸过手，过来吧，只要你过来，我就带你走。他说要带他走，是指什么呢？克劳德将他拉出被黑暗笼罩的牢房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到了晚上，公爵的房门被敲响，抱歉打扰您了，我只是想跟您说，我回来了。正好公爵也有话要对他说。我听说了护卫少年的事情，梅洛恳请公爵不要惩罚伊赛亚，以前都是他保护我的，所以这次他也是一样。 今天和母亲谈话时，他也有同样的感受。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但彼此都不太了解。他和伊赛亚也是如此。公爵表示明白了，梅洛松了口气。那您不惩罚他了吗？但很快希望落空。适当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对那个护卫少年也是好的。他变出一本少女杂志，本意是想让梅洛买买买,买，但女孩却会错了意，还以为公爵是在为雷尔的冬装发愁。他信誓旦旦地保证：“交给我吧，我定会为小姐挑选合适的衣服。”这次和女儿争宠落了下风，但没关系，他还有不败。 刚一出来，他就碰见了腹黑大少爷。手推车上的那些，不就是少爷想让他抄写的资料吗？克劳德先发制人：“你刚刚是不是想着要帮我呀？我知道是要感谢我陪你到监狱的那件事吧？”理亏的梅洛只好含泪答应。到了图书室，克劳德递给他一本书，上面的日期是他出生那时候的。母亲曾说过，虽然是春天，但下了非常大的一场雪，不服常理的天气一定会有人记录下来的。母亲当时为了躲士兵而逃难。见女孩终于打起精神，克劳德欣慰地笑了。 二人分析，母亲大概是犯了不光彩的事，因为心虚而躲避的。那种天气有孕妇在门前求助，却没有一个人开门，应该是被下了命令。很久以前，有名刺客为了暗杀皇族，在皇族经过的一个村子里找一户人家，以访客的身份藏在了那里。然而计划并未得逞，刺客将那户家人全部灭口，最后被逮捕了。 此后，只要是皇族的马车经过哪个村，就会下令不让迎接陌生客人。而在梅洛刚出生那天，皇帝陛下的弟弟恰巧去了格莱斯伯爵里。说到这，克劳德拿出了带有皇室印章的书，他暂借了一下，也没有做的那么过分，只是稍微越了界而已。少爷成功让女孩成了他的共犯。他指了指推车，梅洛猛地想起来，怪不得当时少爷保证不用他做抄写工作，原来坑在这里啊！恶魔少爷怎么可能会好心帮他？他不敢继续，害怕期待落空。男人却十分反常，鼓励他一定会找到的。 我帮你一起找，所以你放心去期待也没关系的。梅洛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好。克劳德意味深长的笑了。若他欺负妹妹喜欢的人，雷尔肯定会讨厌自己吧？所以他不得不接受妹妹最喜欢的人不是自己。他把皇室禁书递给女孩。总之，这次的事情你可要好好报答我。梅洛小心翼翼的翻开，心突然跳得好厉害。小时候，村里的孩童们四处宣扬她是罪犯的女儿。那样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生日？只听说是春花盛开的日子。女孩将头埋进书中。 说话间不断哽咽着，虽然想起了伤心事，但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日。克劳德擦去他脸上的泪水，这次能告诉我了吗？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隔天，雷尔就为他画了一幅画，他一看就是两小时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着。恰巧此时来了客人，男人在会客室坐立不安，听到门被推开，不禁颤了一下。一见到梅洛本人，伊赛亚就差点哭了，他嗖的一下跪到女孩面前：“我错了，我是个混蛋，我不该强迫你不愿做的事。” 如果你愿意就打我吧。女孩灰心的笑了。是我更对不起你。以前你说过好几次要我亲自对抗，但我总是逃避。谢谢你。与女孩对视的瞬间，伊赛亚彻底明白一件事：她一直希望梅洛能够独立，但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反而感到有些失落。虽然嘴上那么说，但还是很喜欢梅洛依赖自己。最终，他也释然的谢谢女孩。梅洛伸出手，那我们握手言和吧。注意到女孩受伤的手腕，伊赛亚立马跪下连连磕头。你打我吧，打到你消气为止，狠狠地打我。 梅洛连忙解释：“不是的，那是因为罗尼少爷才反派少女成了主角一家的抢手货，呆萌女主不是亲亲就是抱抱，两位少爷背地里争抢服饰权，二少爷直接上门找他评理，他也想跟哥哥受到同样的待遇。”梅洛一口答应，不过罗尼少爷还不能喝茶，我就给您准备牛奶吧。被当成小屁孩的罗尼气炸了。往后的一次送茶过程中，着急起身的罗尼不小心摔碎了茶杯，在慌乱中收拾碎片时弄伤了手，梅洛上前帮忙也不小心受了伤。听闻消息的伊赛亚秒变护犊子狼狗。 凭什么他家小青梅要做端茶那种事？梅洛赶忙转移话题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因为那天监狱的事而受到惩罚？伊赛亚脸色难看，会想起那天公爵大人不仅宽恕了他，还给他机会成为骑士的资格。不过惩罚是让他洗骑士团那帮大老爷们的袜子，那些脚气恶心的无法呼吸。梅洛笑嘻嘻的开口：“幸好此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我之前一直都很担心你呢。”就在他开口表白之际，罗尼砰的一声开了门：“你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” 那些果冻都快要化没了，捂着红扑扑的脸蛋向他问罪。那可是要等很久才能买到的。注意到梅洛一直在盯着他的手，傲娇少爷赶忙藏起来。总之你现在就要跟我走，我还要喝茶。梅洛一开口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。不喝牛奶个子会长不高的哦。罗尼偷瞄一眼他，上下打量着身高，完全不顾在地上跪着的伊赛亚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恳求我。 那我就勉强喝牛奶。感情迟钝的梅洛还以为他是着急把果冻送给妹妹。从头到尾被无视的伊赛亚爆发了。梅洛可不是少爷的女仆。事情发展逐渐偏离，雷尔也被牵扯进这场奇怪的较量里。谁赢了，谁就能占有梅洛今天的时间。小雷尔认真地观察手里的牌，猛地站起身，打断了争吵。皇家同花顺被整整齐齐地甩在桌上，掐着小腰得意道：“雷尔赢了啦！”被萌化的梅洛抱紧雷尔的小脸狂吸。罗尼大喊一声：“没结束！这次的桌牌，雷尔赢了。” 但红毛，你跟我的较量还没结束。二人决定重新分胜负。这个府邸有个宝物，成功偷来不成功借来的人算赢。梅洛劝阻未果。鲍德公爵家的少爷们怎么都这般胆大妄为啊？面对罗尼发起的挑战，伊赛亚毫不犹豫地应下来。被梅洛抱在怀里的雷尔一脸享受。安啦安啦，希金斯家的每代人作为鲍德公爵府的管家，有义务记录府内所有事宜，因此书房都是记载着历史的书籍。那些伟大的记录，如实的记载着每天所发生的事，这也是希金斯家族的骄傲。 犯困的小雷尔先去做美梦了。幼稚二人组商讨着规则，他们轮流去拿六月份的记录，被发现的人就算输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俩人还挺合拍。待到四下无人，罗尼偷偷,偷潜入书房，怎料梅洛突然出现，吓他一激灵。梅洛表示找他有事，恰巧女仆经过，他猛地拽住梅洛的手，关紧了房门。罗尼心脏扑通扑通跳，这场赌约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你是来妨碍我的吗？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。等我赢了，到时候你只能乖乖跟我单独喝茶。梅洛有些不解，单独跟您吗？ 罗尼小脸一红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我是说服侍我喝茶，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”梅洛实则是担心他的手，白天注意到他的伤口没有好，所以才带来医药箱帮他包扎。听到女孩是特意为自己前来，罗尼心里乐开了花。听到他说也怕伊赛亚闯祸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他要为其辩护才行。罗尼拍了拍胸脯：“那家伙是我的客人，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他辩护也是我的事。”梅洛偷笑一声：“果然少爷也不讨厌伊赛亚。”他扭头不承认。对了，你想问我的又是什么？梅洛打起直球。 少爷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跟我说呢？所以才想让我继续服侍您用茶。他愧疚的低下头。当初我说你是骗子，让你回你自己的家。那段时间有很多骗子来我们家，因为一些谎话来骗我们，所以我以为你也是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见梅洛一直盯着他不说话，他颤抖的开口：“那个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吗？”梅洛赶忙否认，表示我没关系。梅洛知道他虽然嘴毒，但心里不坏。他所有的想法都写在脸上，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罗尼难为情的告诉他：“不用回家了，而且你也没有地方回去。” 我也不想再变成一个人。虽然哥哥现在也在家，但他平时都会在学院。不等他说完，梅洛率先开口：“还有杰里米亚少爷，自从去了魔塔以后，从未回来过。根据公爵有四娃中的描述，三少爷杰里米亚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，有望成为伟大的魔法师。因为小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魔塔度过的，所以在雷尔到来之前，我们少爷应该是公爵府唯一一个小孩子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当他得知或许他还有一个妹妹回来，他该有多么高兴！可每次来的都是些骗子。” 因此，他肯定接二连三的失望。想想这些，梅洛也能理解。第一次见到自己时，他怒斥他是个骗子，而且也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很轻易就喜欢一个人，应该是之前太过孤单才这样吧。罗尼很震惊，你怎么知道？杰里米亚说漏嘴的梅洛不知如何解释。罗尼瞬间两眼放光，是哥哥吧？除了温柔的大哥，没人会跟你说杰里米亚的事。我猜对了吧？杰里米亚真的很厉害，听说上次他还代替魔塔主去皇室传话了，那就意味着以后杰里米亚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魔塔主。 以后肯定会被世人称为鲍德魔法师，鲍德家的名声将站在魔塔的最顶尖。杰里米亚可是我的弟弟，所以知道了吧？你继续留在这里也没关系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虽然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，但没办法，你还没找到安身之处。此话让梅洛陷入沉思。对啊，他一直只顾着习惯升公爵府的生活，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但他不能继续像现在这样跟雷尔永远生活在这里，毕竟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大人。罗尼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他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。 突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两小只惊恐的抬头，门渐渐被推开。罗尼捂住嘴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反派女孩被女主的哥哥们封抢，为了能独占她，两个竹马立下赌约：谁能拿到家族六月份的记录，梅洛明天就归谁。可搜寻一番后却毫无进展。梅洛惊奇的发现，按照原著中所描述，过去公爵夫妇互相约定契约婚姻，然后和平分手，各回各的生活。但他们逐渐爱上了彼此，可不知为何还是遵守了当初的约定，在六年前的夏天真的分开了。这么一看。 那本记录不在这里也能说得过去了。公爵大人肯定把那本书藏在深处，而大少爷或许也是为了调查六年前的那件事，所以才说这是小孩子们的游戏。回头时，二人惊恐万分，吓得罗尼一激灵。少爷，您后面！罗尼忐忑地回头，只见侍女长提着个灯贴过来。隔天作为惩罚，罗尼被迫吃了两根胡萝卜，而梅洛则是在帮大少爷整理资料。克劳德故意提起那天梅洛拿自己当挡箭牌的事，他赶忙解释误会。罗尼少爷误以为是您告诉我三少爷的事。 我也想跟他解释的，可是没等说完，克劳德就接上话茬：“是罗尼没沉住气，自顾自往下说的吧？平时都没机会跟人说起杰里米，罗尼那般心境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不过你觉得，我们为什么没机会聊起杰里米亚呢？自从他踏进这座府邸时，就感受到一种违和感，在鲍德公爵府。” 从未有人提及杰里米亚·鲍德。根据原著内容，应该是因为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公爵大人会伤心，所以大家默默的从不提及。有时只是叙述一些事实，也有可能会让人伤心的。当然跟我说是无所谓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共享秘密，怎么样？梅洛想都没想就拒绝。您肯定要拿秘密来使唤我吧？以后我绝不会轻易上当了。我原以为梅洛还算是个成熟的孩子，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单纯啊。我只是受父亲之托，暂时回府给雷尔做临时监护人而已。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学院了。梅洛一晃神。 我居然忘了这件事。克劳德闻言无奈叹气：“你还真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说这种伤人的话。”在原著中，明早离开是克劳德对妹妹撒的小谎，怕年幼的小妹会为给他送行而特地早起，实际上在凌晨就出发了。你这反应不太对劲啊！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呢、啊。梅洛手上力道又重几分，雷尔肯定会很伤心。不过您不用太担心，小姐的身边有公爵大人，也有罗尼少爷呢。是啊，所以我不怎么担心，而且还有梅洛陪着他嘛。梅洛低下头。 犹豫再三，却还是没能说些什么。翌日，正打算离开，却见门下有两封信。翻开一看，映入眼帘的先是雷尔画的自己与哥哥，在那幼稚的笔触下，最纯真的感情惹人心怜。再往后翻，便是梅洛的信。您出发的时候，我怕自己起不来，所以给您写了信。其实我早就放弃了寻找生日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办法能查出这种事。但您告诉我还有办法。 还说一定会找到您，不知道那时候我有多高兴。每年生日我都会想起此事的，真的很谢谢您。克劳德久久不能回神，直至佣人提醒少爷该出发了。抱歉，我刚刚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送行，暂时给耽误了。他走了许久后，等梅洛醒来，突然猛地睁眼，他赶忙坐起身，飞快地跑出去，四下张望着寻找克劳德的踪影，但他好像已经出发了。管家闻声赶来，拿出了少爷给他的回信，忘掉让人疼痛的那场大雪。 希望你的余生都是黄花盛开的春天，感觉像是在说希望他的未来充满祝福。当事人正倚着马车窗边，笑意盎然。府邸内，梅洛和雷尔玩起捉迷藏，以往很容易就找到，这次进步了很多呢。管家得知梅洛常唤自己的夫人为奶奶，便也想听他唤自己爷爷，可惜却害羞的没能说出口。梅洛见此，拍拍胸脯：“您有什么要吩咐，请随时说。”与此同时，窗外天色阴沉的骇人。罗尼叮嘱雷尔：“再害怕也要忍住，蹲在窗下等待我。” 只要你乖乖藏在这里，梅洛是绝对找不到你的。耳畔传来阵阵雷声轰鸣，望着风雨晦明的天空，雷尔害怕地握住小手。好的，他好喜欢梅洛蒂，即便被雷电吓得发抖，也鼓励自己不怕不怕，害怕也要忍住。他要让梅洛蒂大吃一惊，给他惊喜。听到啪嗒声，小雷尔高兴地贴住车窗，梅洛蒂来了吗？可眼前却空荡荡的，反而雨势越来越大，一道雷鸣劈向天空。 小雷尔吓得失了魂，猛地想起车祸那天妈妈的离世，而自己被人贩子拐走的那天，小雷尔腿软的倒下，尽可能的捂住耳朵，呼吸逐渐急促，他嘴里呢喃着梅洛蒂的名字，恶心的眩晕感袭来，小雷尔再也无法承受，晕倒在了马车之中。殊不知此时的梅洛急疯了，他找遍了所有地方，可还是找不到小雷尔。外面正在下雨，要快点，不能让他在下雨天，不能让雷尔一个人。他哭着寻求鲍德少爷帮忙。罗尼意识到自己闯祸了，立马抓住他的手往外跑。 跑向大雨下的马车，梅洛金的回忆起当年妈妈拐回来的雷尔，就是在暴雨中的马车上。他猛地打开车门，只见小雷尔毫无生气的躺在车上，脸色越来越差，并且难以呼吸。彼时的魔塔中，身为魔塔的宠，同时也是鲍德公爵家的三少爷杰里米亚被魔塔主传命过去。公爵府这边，小雷尔的身体虽然没有异常，但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一直昏迷不醒。这种情医生也无能为力。罗尼垂下头，无比自责。公爵蹲下身安慰：“这并不是你们的错，不要哭了，他会没事的。” 没事，在公爵斯娃的小说中，雷尔时常要面对各种困境，但在原著中从未提到雷尔会陷入长时间昏迷。都怪他这个变数的出现，才导致雷尔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。都怪我！突然传来反驳，你只是想陪他玩而已。梅洛惭愧的道歉，我明知道雷尔害怕什么，却没告诉少爷。别搞笑了，雷尔是我的妹妹，所以这都是我的责任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 身为哥哥，不知道妹妹害怕什么，这本来就是我的错。他把怀里的黄花塞给梅洛，帮我送去给雷尔。他不是喜欢这样的吗？梅洛看着黄花笑道：“是啊。”屋内管家提议借助魔塔的力量。我知道您不太乐意这样，可是眼下连神殿也束手无策，我们也只能找魔塔帮忙了。小姐已经昏睡了好几天，我甚是担心会不会伤到她的身体。不是公爵不想，而是他曾答应过妻子，不能让别人发现他的秘密，否则会连累到孩子们的未来。 尤其是杰里米亚送走这孩子以后，一定不能让魔塔的人来到这里，他们肯定会看出端倪的。管家满脸担忧，府邸里已经找不到夫人的痕迹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公爵思索着，看着小女儿，他最终妥协，我这就给魔塔写一封委托书。魔法师通常把自己比作成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碗。杰里米亚初次来到魔塔时。 所拥有的力量已经和大魔法师不相上下，而且他还比任何人都更加熟练的操控自己这碗里的魔法。强悍的力量才能甚至让人心生畏惧。虽然被誉为当之无愧的魔塔主的继承人，但他的身份依旧只是修炼者，并不是真正的魔法师。因为魔塔主看到了少年内心深处的阴暗，仅存的第一次记忆给他带来的是无底洞的黑暗。所以这孩子很成熟，甚至都让魔塔主有些愧疚。他对他的教诲是不是不正确的？因为前段时间的腰伤，杰里米亚便替老师跑腿。 他很高兴，这是老师对自己的信任。魔塔主认为是时候了。你想得到魔法师的称号吗？我再给你布置一个作业，若能解决此事，那我就给你称号。我这里有一封委托信，看到公爵家的标志印章，杰里米亚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。妈妈的死让妹妹把自己永远困在意识海，被家人遗弃的三哥本不想救她，却收到了父亲的第一次委托。久别重逢，男孩自称修炼者，而不是杰里米亚·鲍德。宁愿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，公爵大人。他的眼里饱含冰冷。父亲沉默一秒。 欢迎你回家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杰里米亚·鲍德。男孩不做理会，反而转头对二哥问好。擦肩而过时，男孩嘴里嘟囔着：“要是当初那个奴隶贩子把他卖掉了，那我也没必要来这个地方。”罗尼以为是幻听，他迟疑着要不要追问，但还是收回了疑问。作为哥哥，他一直以魔法师弟弟为骄傲。这下雷尔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 路上，他不停的关心，听见一声哥哥，更是开心的冒花花。殊不知，杰里米亚非但没把他当哥哥，还觉得他好烦。在府邸里娇生惯养的少爷，竟把自己当成了公爵府的主人。刚推开房门，他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妹妹肉乎乎的小脸。哥哥问他漂亮吗？杰里瞅着雷尔，嗯了一声。罗尼立马纠正，不是说他，而是这个房间，这可是他布置的。所以你要是想重新布置房间，随时找哥哥帮忙哦。杰里说话却始终阴阳怪气的。哥哥一直都生活在公爵大人无微不至的保护下，所看到的自然也都是好的。 我要看看雷尔的情况，需要安静一下，就像房间里没有人那般。罗尼听懂了话中的含义，他尴尬的离开，走前还不忘嘱咐一声，自己会在这周围守着，不让任何人打扰到他。关门后，男孩立刻收回笑脸，那个烦人精终于出去了。看着外表与母亲十分像的妹妹，他莫名想起了那份痛苦的回忆。母亲曾亲口说会杀掉这个孩子。他的手慢慢伸向雷尔。门外，梅洛来看小雷尔，听到杰里米亚正在施魔法治疗，他立刻察觉到不妙。给雷尔施魔法的话，此时雷尔早已陷入危机。杰里米亚按住他的脖颈。 脸上写满了憎恶，下一秒就险些失控。时间定格在此刻，他并不是恨妹妹，随而放开了手，轻轻抚摸着妹妹的额头，指尖冒出一道细微的绿光，刹那间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从头到尾检查后，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回忆中游走，才醒不过来。因为在做好梦，所以迟迟不愿醒来。虽然可以直接潜入到他的意识中，把他拉回现实，但自己并不想用这个方法，他怕遇到那个女人。 或许雷尔也跟那个女人一样疯狂，不过放心，我的妹妹，我会帮你恢复好的。因为还需得到魔法师的称号，眼下还是需要公爵府。若不是这样，对他这个得到母亲百般疼爱的骄横的小丫头，他肯定。此时的梅洛急成了跳蚤，他只要看一眼小姐就会出来，百般恳求都被罗尼拒绝，直到看见公爵父亲，梅洛恳切的拜托，公爵也不赞成，魔力会伤及他人，现在接近雷尔或许有危险。他俯身蹲下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以我所拥有的一切担保。梅洛只好松口。 请您一定要在旁守着雷尔小姐，直到夜晚。管家提醒少爷回房，他以照看妹妹为由拒绝。管家怕少爷身体吃不消，拗不过的杰里只好回去。快走到房间时，他表示可以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看着管家远走的背影，他转身走向那个卧室，那个宛如噩梦、彻底摧残他的地狱。光是想想那个场景，杰里就头疼的快要裂开。他遮住眼睛走进卧室，明亮的灯光一晃再晃。他抚摸着额头上的疤痕，这就是他一直不想回家的原因。门外突然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杰里米亚，我想着你也该累了。” 所以给你拿了杯热可可。那么晚安，放在门口后，父亲便离开了。杰里眼里满是愤怒，他猛地打开房门，冲着名为父亲的男人怒吼：“你让我待在这种房间，还说晚安！”他摔下那杯热可可，怒不可解地盯着男人：“我要诅咒鲍德，诅咒你这个人，直到妹妹病死。” 被遗弃的哥哥才得到家人关心，他怒吼着诅咒父亲，光是名字里一样的姓氏就让他觉得恶心。我恨你，多年来的痛苦倾泻而出。父亲的手微微颤抖，我知道。他俯身蹲下，握住杰里米亚的手，仔细检查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被碎片划到。男孩不明白为什么不发火，还不如给他一巴掌来的痛快。只要成功解决这次委托，我就能得到魔法师的称号，那我以后就不需要再用鲍德这个恶心的名字了。这一次是我要抛弃鲍德。父亲终于吐露心声：杰里米亚，你一直在我心里，一刻也没有放下过你。可这些话却仿佛一根根尖刺。 深深刺痛男孩的心，他把自己关进房间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门外的父亲只好离开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次记忆，如果将小时候的记忆一处一处抹去，就像修剪树枝一样，那最后留下的就是第一次记忆。有人会想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有人会把一件很特别的经历当做第一个记忆来珍藏，这都代表着他们的童年。五岁时，母亲的一声尖叫，还有划过额头的一阵刺痛，那是杰里米亚的第一个记忆。母亲抱着昏厥的他，对他父亲说道：“我会杀掉这个孩子的。”那时候的他听得清清楚楚，但他也没想过。 死亡是自己的第一个记忆。年幼的杰里米亚并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，但在某天读到的书中有一句“恶人受了死亡之罚”，那时他就怀疑自己是个坏孩子吗？直到有天，父亲说母亲因某些不得已的原因离开，暂时要到府邸外面住一段时间，孩子们不理解。 父亲犹豫着回答：“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大好，昨晚她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，不得不连夜离开。”杰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妈妈生病了吗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失望地攥紧小手：“骗人！”自那之后，每当问起妈妈呢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我是坏孩子，所以妈妈不来看我？女仆立马否认：“我们家少爷最乖了。” 即便如此，他依旧认为那是骗人的。父亲说，母亲离开府邸的最后一刻，也在担心他们。杰里不想再听这些，又在骗人。妈妈肯定是讨厌自己，一直以来，他都和哥哥们待在一起，连见都不见自己一下。妈妈肯定很讨厌我，所以才想要杀我，但他失败了，因此离开了府邸。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实话？父亲询问他，还好吗？男孩泪眼汪汪，却还是咽下了那些委屈。骗子雷尔昏迷的这几天，梅洛一直魂不守舍。他决定跑去偷偷看一眼。走廊外，罗尼少爷貌似在苦恼着什么。等他一抬头，恰好与梅洛相互对视，那双漂亮的眼睛直勾勾盯向自己。罗尼吓得小脸一红，傲娇猫猫瞬间炸了毛，莫名觉得好丢脸，竟然在他面前出这种洋相。这时梅洛刚好注意到那张有关魔塔的文章。男孩摸了摸肿包的后脑勺，捡起地上的纸张，也想偷看，因为用那种眼神看我。 我就会给你看这封信吗？梅洛嘿嘿一笑，既然那份文件连少爷都要这么认真苦读，那我肯定看不懂了。罗尼嘴上不承认，肢体却出卖了他。您可是一手拿着词典，边看边读的。罗尼紧张尴尬的冒冷汗，照这样下去。 梅洛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个连母语都不会的大笨蛋。他傲娇的别过头，既然你这么求我，那我就勉强给你看看。梅洛瞥了一眼，原来是您写信问他杰里少爷喜欢什么。杰里少爷喜欢用烟柠檬泡的茶，累的时候爱吃巧克力补充精力，早餐一定要是水果搭配牛奶。罗尼十分震惊，这些歪歪扭扭的字他是怎么读懂的？女孩笑嘻嘻的开口，以前我住的村子里有很多老人家眼神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从小就帮他们读一些书信。这封信上的字跟那些爷爷奶奶写的差不多呢。其实他也看不懂生僻字，不过幸好魔塔主大人专挑一些简单的词语写。 罗尼扎心的跪倒。我这个人既亲切温柔，也很聪明的，所以让我来向您证明我亲切温柔的一面吧。”在罗尼解读信中内容的期间，父亲就已经先行一步，吩咐人做好了水果和牛奶早餐。这么一想，昨天的美好时光，梅落地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连声音也很好听。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？罗尼赶忙甩掉刚刚的想法，脸红着小声嘟囔：“他是个丑八怪，肯定是一点都不好看，都怪他让自己心烦意乱。”罗尼推开了房门，见杰里还没醒，他本打算悄悄把小推车放里就走，却看见弟弟难受的喘着粗气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叫人来。 弟弟的额头上都是汗，拨开一看，却看到了那条明显的疤痕。魔塔都没有给他治疗吗？那里的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家人，所以杰里或许没有对他们敞开心扉。他轻轻抚摸着那条疤，突然间杰里从梦中惊醒。下一秒，他召唤出狂风，把罗尼卷飞了起来。罗尼一个失重，哐的一声摔在地上。杰里惊魂未定，听到哥哥的声音，他立马下床：“你没事吧？”罗尼急着道歉：“我只是想给你擦汗的，没想到吓到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”杰里擦了擦脸上的汗：“哥哥知道了那个伤疤的存在，他再次用刘海盖住，不用在意。” 罗尼大吼：“怎么能不在意？到底是谁伤害了我的宝贝弟弟？我绝不对善罢甘休的。”杰里讥笑一声：“你真想知道吗？”罗尼毫不犹豫地点头。“那么，哥哥，你一定要陪我一起讨厌伤害我的那个人哦。”